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，南投六股清水油局在早起十点外红抢劫个放火，今宵到现场火是半点钟就拍花，现场有一个63岁姓刘油局的经理嘛着伤。油局是请乌恩哦，这抢案嫌犯是冲入去清水油局，那处有破物件造成油局着火。油局是表示讲有人要抢劫个放火哦，这姓刘的经理嘛着伤。目前第三分局已经会侦办了，敢有甚物财务损失？目前嘛是可以了解。